报告连队长，还有两个没死。绑起来。来。女妖，就凭你一双肉掌就敢闯进皇军联队司令部，你真的很有勇气。可惜你的死期到了。少跟他废话，赶快杀死这个臭娘们，杀了他。
你妖，你已经无所遁形了。就算你的粘沙掌再厉害，我就不信你能挡住我们的子弹。别呀，先别开枪了！你们这么多人欺负一个姑娘，算什么能耐？什么人？什么什么人呢？你应该问是哪路天神才对，要不然老娘什么时候进了你的老窝你还不知道呢。葛涛，你去看看什么人。连队长，我们不能离开你左右，很显然他们就是冲着阁下您来的。还是这个日本娘们有脑子，谁敢动一动我就要了谁的狗命。放屁！嘴真臭，张嘴，闪开。柳叶飞刀，雪花针，你就是那个唱戏的。连队长，赶紧走！你呀，真是个急性子，慢慢打不好吗？心急会吃亏的。
此地。